上面那个椅子上面跑来跑去，这也是一维的运动，跟这样间接运动。那我可以扩充到二维去想，那这样对我来讲很好想。那假设这是 x， 这是 y， 所以圆的方程就是 x 平方加 y 平方等于 r 平方。这个东西我是有的，所以我可以描述它的运动。那如果今天这里有个同心圆 ，A 跟 B 在哪？那他们共同拥有的就是这个欧米伽，所以 A 跟 B 的速度 A 大于 B， 原因是因为欧米伽虽然一样，可是 A 的半径比较大 ，B 的半径比较小，所以 A 的速度比较快啊。所以他们共同拥有的就是相同的欧米伽，相同的角速率。那 v 等于 t 分之二派 r， 在这边我们定义是一个等速率啊，等速率的运动。注意哦，是等速率哦，不是等速度，因为速度还是方向。那再来，欧米伽是 t 分之二派，或者是西塔除以 t， 对不对？所以我的西塔是可以写成欧米伽等于 t， 是不是？所以现在开始有趣的东西来了。它是一个动态系统，它是会跑，它是会跑。所以如果我们要描述它的运动，本来圆方程是 s 平方加 y 平方等于 r 平方。那我要描述上面任何一点 x y， 你投影下来，这是 x， 这是 y， 对。所以 x 跟 y 的关系就是 x 等于 r cos 西塔 ，y 等于 r sin 西塔。这个问题 ，r cos 跟 r sin 对不对？可是你这样写，就好像它是一个点，是不是？它不会动。可是实际上西塔是 omega 对不对？所以你要把它灌进来。所以当它是这样的时候，它的时间就跑进来了。所以随着时间增加，它就会动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欧米伽 t 一进来之后，它就是一个动力系统，它会转。哦，那这样就很有趣了，很有趣。它就是时间的函数。那这时候你们学的微积分就会用到啊。这时候如果你可以把微积分带入，那就会非常有趣了。好，假设我要算它的 bx by， 微积分的想法就是直接就精准了，所以就是 dx dt， 这边是 dy dt。可是问题是，它现在变数藏在里面，对不对？藏在西塔里面。我知道 sin 的微分。是 cosine 的微分是 cosine， 这个我知道。可是呢，西塔里面有藏一个 t， 所以我似乎要稍微变数变换一下，也就是说，我要暂时先把它看成，我本来是要对底 t 微分，对不对？我先把它看成对底西塔的微分。然后再乘上西塔对 t 的微分，哎，这样我就清楚了。那 x 对西塔的微分就看这个，对不对？啊，这很容易，因为 cos 的微分是负三，所以对第一项而言，我就知道它是负 r 的 sin 西塔，是不是？然后再乘上第二项西塔对 t 的微分。因为西塔是欧米伽 t， 所以微分下来就是什么？就是一个欧米伽。所以我再把它写进去，就是负 r 欧米伽 sin。所以有没有发现这个开始式子会非常有趣的啊？都不会很难，就是你要耐着性子推导，对吗？那再来 dy dt 我是不是一样，我也可以照做，对不对？可是我就要先暂时看成什么，看成先
先对变数比西塔微分，然后再来比西塔，听吗 ？y 是 r 三西塔，所以它的微分会变成什么 ？r 好三，对不对？然后再来西塔对 t 的微分。所以整理一下就得到什么 ？r omega 的 cos omega， 到目前为止 OK 吗？可以哦。所以姐姐运用理过这个学习，把这个方法知道，然后微分一下，那结果顺序出来，那题目发下来。好，再来加速度呢？加速度就是对速度的微分，对不对？那看你是哪个维度。那因为我的速度已经写成这个样子，是不是？我写成这个样子，所以我继续对它微分。前面的这个都是常数，常数就是一个数字，就跟这个。题目没什么关系，那一样我也是偷偷的怎么样？换成 dBx 先对 dθ 啊，那这里是 dθ 减 t， 所以你这样子写久了，你就会发现，哎，老师好像我只要每微分一次，就会再拉一个东西出来，对不对？拉一个东西出来。是的，没错，所以你这个好好念一下书哦，你这个书不太好。是不是？那接下来呢，你就要开始去看会变成人什么？它是一个 sin 西塔，是吧？负这个 sin 西塔，那 sin 的微分就 cos， 所以基本上第一项就是负 r omega 的 cos 西塔，是不是？可是呢，后面还要再乘上 omega， 是不是？所以结果就是负 r omega 平方的 cos omega， 所以这个是第五个式子。那这里呢，接下来这里是 cos， 对不对？微分出来要 cos， 然后再乘上一个 omega， 所以出来就是负 r omega 平方的 sin。第六个，啊，对，作业角交的模式是这样啊，几班几号某某某的作业啊，新的结果报告记得啊。好，那所以我已经把这个 x y v s v y。a x a y 是不是？那我想知道它的正负 x y 的关系。正负的话就是 x 平方加 y 平方看看就可以。那 sin 平方加 cos 平方是什么？是一嘛？所以是等于 r 平方，对不对？那这边呢 ？v s 平方加 v y 平方会等于什么？这两个平方和，那就会等于 r 平方，对不对？那假设它等于 v 零的平方，那 v 零就是。这个跟你所知道的是一样，对不对？正负啊，那一样，一分之二班啊。那我们现在比较有兴趣的是加速度，因为相信加速度都不知道它大小多少，所以 a x 平方加 a y 的平方，看起来是不是就是 r omega 平方的平方？所以假设它是 a 零的平方，所以你的 a 零的加速度，我写成这样，你的向心加速度。显然是就是 r omega 平方，对不对？那这个再带进去是不是 t 平方是半平方？然后又是什么 r omega 平方？请问你这个是不是向心加速度？我们上次的证明是用什么？是用向量，对不对？是用向量证明。那个向量证明怎么样？
很简单，对不对？我们没有用微积分版本，今天是用微积分版本，所以你等于会两种版本。那这两种版本的名字有什么？好，所以这个是向心加速。所以如果我今天想得到向心力啊，向心力就是 m 个，对不对？所以是 m 发生的力。那有点低频吗？四百频吗？有点困难。好，所以理论上解决运动我已经教好了。我们老师，你是不是二维的？解决运动是一维的，对不对？没有错，同学讲的没有错。好，我们看看，我们修正它。我要讲的是一维的解决。那你这里就是二维的，二维的。那你怎么用？那你把其中的一维拿出来，比如说 x 叫做啊，不是啊，我们讲的，对不对 ？bx 叫做负啊，我们讲的，在我们讲的，对不对？你的 ax 就是负啊，我们讲的啊，不是啊，我们讲的，是不是好了？这就是解决运动的一般式。到目前为止 ，OK 吗？今天我们要做什么？没有。好，所以一般式我已经写完了。一般式我已经写完了。可是写完之后，老师，你写完就写完，可是我还是不会算。就是他题目一定会问啊，你在 A 点输出多少啊 ，O 点多少啊，或在二分之 R 多少啦、啊，这种问题，对。好，那这种问题要怎么回答啊？可以的，不用写，先把这个 OK 吧，就是把它挑出来再加一回来，所以它都藏在这个地方，你把它挑出来就是一回。好，假设你现在知道这个一回了。那我们来看一下题目怎么考啊？那你怎么回答它？那今天你要学的就是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方法，叫做表格吧。你这个学起来，所有的考试，高中啊、大学的研究所都没有问题，因为就是这么简单。这个表格吧，你大概三道题都走。你看一个震荡不是这样震吗？他会问的一定是说，在 R 的时候速度多少，加速度多少，对不对？或者在二分之 R 的时候多少，是不是？他会问各式各样的问题。那很多同学因为这个东西太多了，有 x 有 b 有 a， 然后又乱问一通，他就傻眼了，对吧？不太会回答，是不是？所以我现在整理一遍思绪给各位的话，那你能不能听得懂？你今天听得懂，表格法听得懂，带得回去。然后如果你今天做捷运的时候，旁边有个美女，你就看她来写解决运动，就跟她说那么简单，不要那么简单。好，就画个表格啊，好看，好不好？试试看啊。通常我们会再多一行，好，那想法非常简单，就是你把所需要的东西写下来 ，x 位置，那对 O 点来讲，它的位置叫做零，对不对？
所以 X 是写完了，对吗？好，那接下来要写 B 怎么办？你说老师，这题是有公式，对，那太啰嗦了。我现在问各位，你对 sin 跟 cos 有没有感觉 ？sin 最大的时候 ，cos 会怎么样？最小，对不对？是吧 ？sin 零度，那 cos 零度是一，那 cos 零度是一，对不对？所以从这里到这里的关系是微分，对不对？所以 cos 会变 sin， sin 会变 cos， 就是差在这里哦。那不管，那这里最大，接下来就是什么？最小。那最小接下来会什么？最大。最大就是什么？好，对不对？简不简单？那接下来最小到 A 是不是要变最大？那最大就是什么？好，我们来看看。那只不过这里要小心的就是，你靠左边。那震荡周期是多少呢？
肾脏周期怎么看呢？因为你是圆周运动，对不对？你看最右边那一点，最右边那一点，它的向心力、恢复力就在这里，对不对？那当它跑到最右边 A 点的时候，你的恢复力是这个，那其实它会给弹力，是吧？所以如果我要算周期的话，所以其实我蛮喜欢参加维系的那个教室，他这个黑板有四大，这上完之后可以再上去，换一个系统，右边有总共四大，这样写起来就够了，就可以够写。所以在 A 点的时候，你的恢复力，就 MR 不讲平方，或者是 TP 平方覆盖平方的 MR。那它要给恢复力，恢复力就是弹力，对不对？就等于 K 乘上正方，不是？那大家都有好，所以你的周期整理一下啊，到最后算出来就是 T.28 m 除以 K， 这就是弹簧的正方周期，也就是不管振幅多少，只跟 m 还有 K 有关。这个是给了利友先发现，给了利友有一些在教堂看到那个地震，大家知道教堂会有那个吊灯，对不对？啊，有的高有的短，对不对？它不是会震动吗？震动是个周期吗？是不是？哎，他就看到一个规律性，那就是这个震荡周期。那你从这个你就可以推出单板的振荡周期，就是用这个方式去做。好，先看一下有没有，先想看。好，那这个黑板是蛮完整的。我给大家五分钟消化一下，从这边开始。其实我讲很慢。好，一步一步推动。你看，你减轻运动身上的运动疲劳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只要被维系跟很多物品哦辅助一下，你就可以快速拉伸。那顺便我们也把向心加速度推到一起，对不对？震荡周期。哪边 ？K， 这个吗？就是弹簧。就是五个定律啊，五个定律的拉力有吗？你拉了一段，它的恢复力连负 Q 都来，对不对？那因为你这边的伸长量是大，也就是圆周运动的最右边这边，它现在绕到这边，对不对？刚好跟这个地方面去。这时候我的向心力是完全就是恢复力，弹簧的恢复力，对，所以向心力等于弹力啊，正负二次方向的话，啊，所以是跟正式今天的外面方向，那 OK 吗？好，我不知道各位同学有没有听懂啊？还没有听懂，等一下你下课之后可以到前面来看一下啊，稍微理解一下。还有就是刚刚的事，大家对我们，你们现在会过得爽爽的，是因为有捷运，是因为所有设备都到了吗？那这些捷运的钱哪里来？就是当初一群人在光华商场。都是从那个组装的小公司开始，全世界卖电脑赚大钱了，还是台积电盖起来，台湾才有钱，才能盖捷运啊那些。啊，你现在过得爽爽，你要看
看30年前、40年前那些人是什么拼命在做这个做那个，做黑手站，一个一个起来的，是这样子。他起来之后才有今天。你们是莫名其妙一下就承受了这个，你就觉得人生是这样，人生才不是这样的。怎么会是这样？悠游卡刷一下、逼一下这么方便？拜托，那是个捷运嘛，我以前搭捷运。以前我们搭公车是要检票的，用一格一格检的，你看过？你看过？所以那是有一群人很辛苦的在前面。他现在不是在吵当兵吗？对不对？那么严，你们大概要当一年的吧？我们以前是2年、3年，人家什么是4个月？你开什么玩笑？是2年，运气好的话就2年，不运气不好的话就3年。有200个签，有150个3年的，要过什么？2年就能走起。3年，金马奖、金门、马祖、海军陆战队。
哦 ，F 呢？那这时候就是把 M 折。好，那这个是基本款，也就是说，题目不管它考什么题目，你先把这个写下来。那我出一题的考法给你看。就是思考，他们现在叫分科测验，搞了那么多名字，还不就是考不赢？你讲的好像。好，题目会这样考。二分之一 r 的时候，好，它就随便啊，二分之一 r 的时候加速度多少，受力多少，对不对？那端点的时候，受力多少，速度多少 ，a 多少，随便乱问，反正就乱枪打鸟，随便问你一个，是不是？好，所以二分之一 r 你要心中有个想法，那就是 r cosine， 对不对？这个世界是 cosine， 这个世界是 sin。这个世界又回到 cosine， 是不是？啊，你有这个想法之后，二进制，这个就到 sin 就是二分之根号三，对不对？二分之根号三就二分之根号三。那好，我们搞下一个怎么画？接下来又到 a 又到 cosine， 那 cosine 就是二分之一啊，是不是？根本不用动啊。所以你问我在二分之一的地方，哦，我这边我当然要拉回去，所以方向就。是不是？那如果问向心力，就在身上有 m。好，那我现在立刻出一点点考法啊，我分科，分科测验。他干嘛考你二分之一？我考你三分之一不行吗？那三分之一很可怕吧？sin平方加cosine平方不是一吗？啊 ，cosine 是三分之一，啊 ，sin 是多少？三分之一，九分之一，一减九分之一，九分之八，三根号，三分之二根号，对不对？就算完。
最难的就是这个时间，你只要知道起点终点，看它转角度就好，然后再乘上它的周期，我们就算多少时间。像这种表格包括吗？那实际上的话，它会给你数字。好，这一种是一种考。那另外一种考题是这样的，我也不跟你啰嗦了，我就真的给你这个东西。OK， 有个东西运动是不是像这样子？好，然后他问你，第一点多少秒的时候？它的鼻子里，诸如此类，或者是问这个 V 最大是多少 ，A 最大是多少，或者是 T 点十秒的时候 ，V 点多少 ，A 点多少，那这种题目怎么解？这是它的问题嘛？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是什么解法。解法，它是不是只写 x？ 那你可不可以把它的 b 跟 a 列一下？你直接微分吗？你们直接微分，这直接微分会发生什么事情 ？cos 会变成什么？负 sin， 再拉一个 omega 出来，这个就是 omega。所以它就会变负十派的，负十派对不对？然后 sin 的 ，pi 加六分之 pi 加六分之 pi 出来。那 a 呢？再围一次，是不是再拉一个派出来？接下来就开始回答问题。他说 T 点几秒的时候，因为是零的话就是多少 ？sin 是零度的时候，就加起来是零度的时候是零，对不对？所以它有零派、二派这些，所以零这不可能，因为时间不可能，是吧？所以最接近，最接近，比如说最接近。那就是派 t 加六分之派等于派嘛，所以派 t 一点多少？六分之五派，所以 t 点多少？六分之五，所以在六分之五秒的时候，数据会是零。接下来就是二派对不对？造成。那 b 的 maxima 呢？就是它的正。这个，它负号不看，就是十派，十派平方，对不对？那 t 等于十秒呢？十秒就在进去了。十秒再进去，十派有写的没写的？因为每二派是不是重复一次？那你加了十派是不是等于没加？是不是？对吧？所以其实就算这个。所以它其实就是 sin 的六分之派 ，sin 三十度，是不是？所以就是多少负五派？因为 sin 三十度是二分之一。那加速度呢？那既然是二分之一，这就二分之根号三，对不对？所以是负五根号三，可以。你看这种题目是耗材超人，所以其实你会微积分。寒暑假又把握住，高中物理又是二招，先赶快背一背，对，你就进入旁边。你们都没有进入过结界，我是曾经进入过两次，结界非常的，你要非常非常专注，要入定，所以当算物理最容易入定，所以。
时候，你会突然间发现，比如说现在是九，你就不知道是早上九点还是晚上九点。本来看一下是早上九点，算不清楚，变晚上九点，那个时间完全不一样，不是定格的。假设我今天放个木块，木块的密度是一，它的质量是 m， 体积是 v， 好，它放到水里，那水的密度是一。所以你的思绪是你要先把 K 解出来， K 解出来再定义它。那通常 K 怎么算？ K 的算法就是我拉一段，它拉力多少，身上量多少，它除一下这个 K， K 算出来再定义。那浮力大家又忘记了，页面下排开的体积的重，排开液体的重就浮力，对。排开那块液体的重就是浮力，好，你看接下来十八号十七十八号是跟期末考的事情，那十七十八十九就放寒假了，接下来就放到二月十几号了，对不对？你可以想看这段期间，你的每天睡到十点，他起床是否
吃个早午餐，他再睡个午觉，晚上再消化，再吃个晚餐，首先在晚上好重视一点，因为现在十点在早午餐，十点的时间。那你最可以做一点事情的时候，你有以下几个资源：第一个，学校图书馆，学校图书馆物理的书放心都没有人借，等着你去借，你把借给他吗？啊，可以去借，去借好几次，去借。学校图书馆的书其实还不少，你们应该看一下，其实就够了。我的建议你就挑一本微积分，挑一本大英文库，我去学学电子学，这样就很够用，很够用。三牛，那另外一种的话，你可以学挑资料啊，直接到书店、诚品书店，把物理的话抽起来看，看它那个效果。那真的不行，就去中央图书馆。中央图书馆里面所有书连漫画都有。它的缺点是书不能借。那没关系，你人过去就好了，对不对？这里就可以了。中央图书馆需要一寸的照片啊，还有公分对30码，所以你就要带身份证一寸照片，立刻阅览就办。进去就在里面。所有书都有啊，你要看什么原文的、中文的、物理的、化学的书，你要看流体力学的书。你真的要看很多很多。这个就是真的物理问题。那这个物理问题有什么解？你看我没有压的时候，它是在那边不动哦。什么叫做不动？这就牵涉到你对合力的概念了。假设今天很多东西飘在那不动，什么意思？合力等于零啊，那就是物重会有个力量支撑掉了、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它就是飘在这里哦。那现在合力是零啊，所以这个人把它压下去。额外多出来的力，所以红色这一块才是额外多出来的浮力，对不对？要不然你原本的物重跟它自己的浮力只要背的时候，跟我们也没什么关系。好，那现在问题就来了，额外多了这一块浮力，你会怎样？浮力我们会需要什么？如果要算这块浮力，我们会需要什么？我们会需要知道这一块的体积，对不对？那我需要的是这个液体的密度，是吧？那这块多重？所以这块到底多重？那我们看一下这块体积是多少？这块体积是我们就 h 平方加 a 啊，就是 a 乘上什么 delta x 这个体积，这块多的。那液体的实际上是 dW 方，而且大于这个方，所以就是 V plus 等于 V 方，对不对？对。那可是因为它是浮力嘛，所以要乘上重力场，质量跟重量是不一样的，我们是力，所以要乘上重力场，所以 V plus 等于 D。就是它这块的浮力，对不对？所以浮力 V plan 等于 D 平方公里，那 V plan 就是 A 乘上 delta x 乘上 B 乘上 q， 那它要等于什么 ？A delta x，
周琦妹妹什么？周琦妹妹动态勾画 M 矩阵。那你的 M 是总质量，总质量就是大 B， 就是 A 大 B 再乘上 D， 对不对？注意哦，是质量哦，这不是重量，这是质量哦。K 才是重量除以生产量哦。而且你想象一下，是不是也差不多？一个玩具放在水面上，你压下去，是不是还蛮快的？是不是？0.5秒是不是还可以接受？它不会很慢吧？按照你的认知，不会把水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还蛮快的？所以0.5秒是不是还 OK？ 各位，记住好了。因为我根本不算，因为它是跟蛋白质当周期一样，0.6拍分秒区分这样，所以前面就是区分这些，对，后面就是乘上比例嘛，为什么会震荡？因为密度不一样，对，密度不一样才会震荡。好，到目前为止有没有问题？这个是水平的哦，我签字都还没讲哦。弹簧如果挂在铅子上震荡会有什么问题？哎呦，还有重力位能，除了弹力位能之外，还有重力位能，是不是被挖很惨？好，先看下一个。
自动下垂 X， 对不对？然后你再下拉一段，然后它才会这样，对不对？啊，假设我再下拉一段 X， 今天这个影片有问题啊，好，我应该会把它剪辑，然后你们自己再看一看，还是说先剪片板块？我本来不太想学剪片，以前跟学员讲剪片，以前我还有个朋友，他剪了十片，哇！5000，还是让我自己来学一下，蛮贵。就是把它当做，就把它当做一种物理题目。如果要学剪片啊，先买3本书，先把它背完，就是一样，后来它会这样。好，下拉 X 它就会上下震，对不对？一样，你也是写3点，是不是？好，那在开始算之前，先要有一些constraint，就是 MG 等于 KS。因为你画个 M 自然掉下来的 X， 好，所以如果我要分析这个，一样是表格嘛，啊，只不过现在表格把它改成能量，因为我现在所在乎的是能量。一样，这个重力位呢是从哪里开始算？是从最下面开始算，地面叫零，所以我一定是这里叫零，所以我现在前面这里会有3个东西，第一个叫重力位的，第二个叫弹力位的，第三个是动的，接下来才是重的。好，所以最低点那个叫做，所以我最低点叫做零，是吧？那你提高了 x 零，所以是不是 mgx 是吧？如果再提高 x 零，就是 mg 二 x， 是这样。那弹力位能呢，弹力位能的公式是2/kx^8，就跟生长量有关系，那你生长多少。那你看 A 点它又回到原来的这个地方是没有生长，是不是没有生长。那在 O 点是挂了 X， 所以是2/kx， 对吧？那这边 B 点是生长 2x，所以算出来是 2kx， 对吧？好，那在两端震荡的时候，是因为是转折的地方，就会动能，对。那这个不知道，就是2/mv/8是最大的速度，是不是？那因为在正常情况下能量是，所以你这边加过来啊，加过来这边能量就是。那，啊，这个加起来理论上也是很高。那我现在要问单位哦，你觉得 gx 零跟 kx 零平方一不一样？你带一下 ，mg 叫做 kx 零，欸，其实是一样的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搞了半天，今天那么多的表格，单位都是这种东西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只要在乎数字就好。其实这是2/0，这是1/2嘛，所以它其实加起来是不是也要是 2kx， 对不对？所以这时候2/mv/8，因为它第一个要问的就是我现在是正常的，所以2/mv/8其实就是 2kx。 那注意它前面要带的数字是这个全部加起来是2，对不对？这已经一份，这是1/2了，所以这个会增加多少？1/2，对。所以你这个1/2约掉，所以 b^0 就是 k/(n)(S^0), 所以你的 b^0就是多少 ？k/(n)。那因为 b^0的进度都太好，所以你整理一下低速就得不满。就搞了半天，棋子的震荡跟水平的震荡周期怎么样？一样。那，啊，既然一样，你干嘛证明？就直接写答案，不是吗？如果今天问你，哎，最大速度多少？棋子都快 R 的话是 X。
会问啊，我真的吗？我不会直接说我会问多少，但是你每次都要造型的。因为这样不一样，所以你不用看这个什么 NGS 的 PS 零，你只要写是200，对不对？这是不是造型机？这里不够，这是02。再用这个戒指，这样，而且这个是工艺，然后我们这个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其实只要够，高要